我今天做了红烧大排面，汤面我怕坨，所以做了炒面。你的手怎么了？哦，没事没事。没事就好，不过你想这么周到，肯定会很好吃。你一定要记得吃，我还在里面放了别的东西，记得慢慢吃。素心，我今天下午有空，一起吃个饭不？明天不用工作啊，托你的福，易总安排了承接公差，我是奉旨来帮你庆生的。你怎么那么好啊？哎，你等一下，迪伦来电话了。你不是说他今天刚到上海吗？一下飞机就给你打电话。哟，陈嘉欣，之前是我太小瞧你了哈。你说什么呢？好了好了，不逗你了。哎，你要不叫上他晚上一起吃饭呗，或者你们俩干脆直接约会到天明，放我鸽子也行。胡说，挂了。真可爱。你有毛病啊！好好做人不会，非要做鬼出来吓人。我是鬼？我看你心里才有鬼吧。给谁打电话这么开心？嘉欣呀。既然王旭都要见安娜，希望迪伦千万不要对嘉欣客气，要拐要偏要抢，我都愿意当共犯。这什么共犯呢？一个是有夫之妇啊，一个是专门接近有夫之妇的男人，这两人在一块过生日，你不但不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制止，你还鼓励，你还支持，你不是说神圣的婚姻受法律保护吗？你根本就是双重标准。王旭才是过错方好吗？离婚协议就在那摆。如果这个神圣的婚姻是以离婚为前提的，嘉欣当然有权追寻自己的幸福。毕竟太子被王熙浪费一段人生了，如果再错过一个好男人，就不知道等多久了。不是，不是，你一开始答应了易总帮程嘉欣过生日了呀？不是，你受人之托，动人之事，你有没有立场了？你还 ？Of course， 我的立场就是嘉欣必须幸福。你如果替王熙打抱不平。OK 呀、啊，你让他不要去见安娜呀！我告诉你，像嘉欣那种处处把家庭、老公放在第一位的女人，是要好好珍惜，懂不懂？蠢货！哎呦！这不是心疼你，我跟你说。易总。你看，这呢是证人针对欧洲版的传承提出的配方调解方案。嗯，我今天给你答复，帮我把饭热一下。好。哎，对了，我说你打听嘉欣那个事儿怎么样了？呀，我给忘了。你给忘了？你说我不陪她过生日就算了，我连礼物也给忘了。你现在这样，马上给你的小女朋友打电话去陪嘉欣，还有把我的会挪到下午4点。哎呀，别打了！说那嘉欣现在跟丁伦正通电话呢，不方便吗？那你小女朋友呢？我不让她陪嘉欣吗？哎呀，你可别太指望她，她就是一个没立场的人，说不定她现在被丁伦买通了，正撮合丁伦和嘉欣呢。
不过这事儿其实我仔细想了想，要是迪伦对蜗牛真的感兴趣，哎，不一定是坏事。这样等孩子生出来，蜗牛就不会缠你了，对吧？我去热饭啊。不用了。又不吃了？不想吃。那，哎，这是什么呀？看都不用看，肯定是餐具，送你。哦，行吧。哎呀，这不吃了。